如果修行没有从内心自发出来，自发出来要修正的话，那么这个永远是放在旁边，好像不那么重点。当你自发出来，这个是我想修正的，绝对会圆满。因为没有一个人对自己内心的这个动向，内心发出来的这个东西会忽略它，人会尊重这一块的。所以只要你写得出来，你慢慢就会变，这是肯定的。因为你已经很明白自己这个缺点了，对不对？那修行里面啊，要发起那个真正的意图，我要修正它，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卡。在当时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，为什么弟子容易得证？是因为他们听了之后有好大的震惊，自己这样的错误，这样的重复，让自己陷入到一种瓶颈，所以他们愿意改变，因为改变而证悟，不是因为听而证悟。那我们末法的众生，我们听的机会很多，但我们听了并没有真正有一种当头棒喝，所以没有发起要改变的心。所以听归听啊，修又好长好长好漫长，因为重点不放在这个修持上面，所以末法听好多，但是不会证悟。那我们这个课就是要引发同学你正视这个问题，除了听聆听熏习熏习，你要发起你真的要改变的内容。当你要改变内容，你行为思考所有的一切就会在做自我整理，而自我整理也就是戒出来了，那个意愿出来了，我们往前跨一步了。上次有一直跟同学讲，戒不要用很恐怖的心态去看它，看它是非常亲切的，这一点都收到了啊。你要改变你自己，到底是严厉讨厌自己，还是很亲切的接受自己？如果你又很讨厌自己，然后你会对立自己，讨厌自己，最后会入断灭。那有一种人修到一部分之后就觉得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完成，于是让自己放纵了，放纵再去做所谓过去里面刺激的或是让自己觉得好的一种感受，刹那的，可是之后又会有自我的良心苛责，它又产生内心的压力，所以两边摆荡。那这种摆荡要经过多久？其实到你最后又回头了，它就又好了。所以它并不是沦落去了你会一直愉快，我不想学佛了会觉得愉快，不是，是后来你回来了，你精进了，你的心才真的放下。因为那是我们清净佛性本来的相状，其实你把事情做好，你就没有担忧。为什么有的人好烦呢？每天都在浮动的情绪中，是因为事情没有做好。你把生活里面该做的事情做好，然后你心里这些事情就不再存在，挂在那边。之后你来整理你的思绪，你在整理你心中浮动感受的东西，渴望得到的讯息，那么这个讯息不是所谓贪嗔痴啊、社会案件啊、那八卦新闻、谁跟谁谈恋爱那种下一步下一步，不是侦探，而是你内心想得到的佛法上面的讯息，你就愿意深入经藏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你也不愿意听，那你也不愿意深入经藏。有些时候呢，你听经闻法为什么会欢喜，是因为你有一些想要厘清的东西，那电视上的某位法师刚好就说到这一块，于是你就会收到了。但是你要先有这样上求的心呢，整理自己啊，上求啊，我们说上求下化嘛，对不对？
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跟意愿，听经文法是非常的愉悦，深入经藏是一种极高的那种自我提升。那慢慢越看越懂，就是要带同学去懂。而且经过这一年多，同学有没有发现，在这里介绍给同学的经论很多呢？只是一小块一小块，对不对？截取精华给同学，有没有？其实很多很多，收集了很多很多，只要关于这个主题，就尽量让同学做整理，你就会知道，原来浩瀚无边的三藏十二部里面有你要的全部的全部，只是你以前不认识它，跟它太生疏。那佛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。那今天呢，看到同学交出了我要改变我自己的东西，这些同学，我要跟你说一句阿弥陀佛，赞叹，这是绝对会成功的，这是绝对绝对，你要修正哪一点，你就会成功哪一点。那你慢慢的就会发现，我这上面比较好掌握了，接下来我要修正我哪一部分，你就会慢慢去雕塑你自己，生活里面就越来越轻松自在。你轻松自在之后，证得自在解脱，不是别人替你的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上一次没讲完戒的部分。那上一次我们当然提到了很多很基础的，甚至于十戒啦，哈，然后沙弥、沙弥尼的啊，这些都是略略的解释，要让同学知道世尊是多么的慈悲。根据我们不同的身份，然后我们不同的需求，告诉我们如何去整理我们自己身口意的这一块。那基本上呢，进入参加佛教的教团的第一个条件就叫三皈依。那这个三皈依其实就是一个心态。三皈依，正信的佛教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心态的转变。我皈依佛，我愿意接受佛的指导，我认真的接受皈依法，我认真的要进入佛所说的内容。皈依僧，这个僧不是我，没有错，但是我知道有人全然的要把自己放进去修行了，他们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僧的相状。所以当我皈依佛法僧三宝的时候，这个三皈依啊，也叫三皈戒，是我全部的信念改变了。我认真的要去知道，要去学习完成我自己。佛并不是很遥远让我们不可摸的东西，佛他告诉我们，他过去是这样点点滴滴走来。以前也跟同学介绍过，佛以前有好坏，对不对？还引诱一个淫女在一个辟支佛修行的地方，后来发生了冲突，又把人家杀了，又嫁祸给辟支佛，有没有？有啊，还讲啊，佛自己讲呢，还讲啊，他是一个商人，那因为彼此生意上的竞争，还用毒箭射对方，让他的脚受伤，后来那个人就死亡，后来佛一样也有果报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他的过去，他就是我们的未来。我们今天好好修正，好好修行，我们清净自己了，圆满了所有的，我们走过了，我们就是能成佛。他没有很奇特的给你很多不可走的路，他告诉你是非常非常明白具体很踏实的东西。那我在读这个佛经啊，任何佛所说的东西，我都把它看成就是我爸爸在告诉我啊，我就是他唯一的儿子，我们叫佛子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么的亲切，
那我现在就在修行，就是在走这样的一个开发。当我皈依佛法僧三宝的时候，我的心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了，我的世界有不一样的讯息了，我提高了对我的尊重，自己的尊重，我也提高了对僧众僧团的尊重。每个人都带着很多的习气，所以不是用要求，直接要求大家就瞬间成佛，但是一步一步一起走吧。同学，我是不是跑得比你快一点？因为我加入僧团，你是不是也跟我一起平行？因为你接受僧团，你接受三皈依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是进入，但是如果我进入而不修行的话，披毛戴脚环呢？如果同学你接受了，然后愿意修行的话，你向上，我们不分在家出家，是不是同样都是看到佛性的佛弟子？所以这个三皈依啊，在大小乘都是重视的，都是要三皈依的。大乘佛法在讲，它本身有提到罪不可得，名为持戒，意思是说我们过去生过去世所有的罪过，所有的错，都是在无明的状态，它不是我现在的状态，也不是我明天的状态，所以过去生过去世所有的状态，在过去造作的这个罪业，它会有因缘果，它会果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但是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范围的，它不会绵绵无绝期，它不会。所以我知道，当我现在有一种勇气来接受所有可能的果报，我就有勇气以后不再那么的感受到束缚，因为那不是突如其来的。我更有勇气知道我现在可以好好做好我自己，在这里面不用无明起或造业，而知道缘起性空，所以我每一个当下把握得更好，懂得缘起性空，所以知罪是过去了不可得，因为我不用再加重。它可不可能轻？可能，因为因缘在变化中。所以你不要把过去的罪看成很恐怖很恐怖，你要警醒，就在过去的那一时，就是最后的一次。而我现在不再做第二次，我不再重复，那是不是就叫持戒？这样的戒的精神才是更有光明的，它是更有建设性的。那戒消极的部分是防恶嘛，积极的部分是行善，所以止持戒就是止消极的防恶，积极的行善是做持戒。诸佛通记里面有诸恶莫作，就是止持戒，众善奉行就是做持戒。自净其意里面是不是有个自净其意，是不是就是法身慧命的管理？是不是法身慧命里面的管理？同学，那我们今天同学你写出来的这些是止持还做持？我们一定会第一碰到什么？止持，是不是止持？止持戒是不是我不要犯的部分？止持戒其实每个同学你心里很有数，你心里很明白，世尊有说出来，诶，我对照知道，这个是不对，其实自己很明白很明白。所以止持的部分不劳他人来指导，是不劳他人来指导。很多人觉得习气很难改，我们到前面有一堂课
认真的看到自己的习气。同学，习气是不是很难改？那是怎么有习气，你知道吗？太严了，没用功。不用功，所以你才那么多时间可以放荡去习气。你如果真正精进在这个法要，在止观，在正思维，在如理作意，哪有那么多习气来去泡一下咖啡，哪里来去逛街，哪里来讲个八卦，哪有可能？是不是不用功？法门又没有好好用。那个心啊，有一次我们在讲念头啊，如理作意那个啊，是不是失念？失去正念啊？习气为什么来？失念嘛。失念不是思念啊，差很多啊。那你说啊，修行盯得太紧了。没有叫你盯那么紧，但是真正让自己自由自在，让生活单纯一点，让生活单纯一点，卖那挑剔挑剔呀，那名堂太多了，所以为什么出家人都单纯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名堂没那么多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我们讲到这个止持的部分呢，诸恶莫作。同学，是不是大家都明白了？没有教功课的同学，你现在有想到，其实自己心里很明白，止持该修的是什么，清楚吗？更清楚的，已经清楚的，请举手。几乎都举手了嘛？哦，有，哦，几位同学。哎，我觉得哎呀，拍摄拍摄，要给他几个榜了，是不是清楚？其实很清楚的啦，身口意三大支嘛，身啊，一支一支来，身知道吗？哪些自己明白做的不够好，自己知道吗？知道吧？口知道吗？知道，该说的要说完话，不该说的不要说，有的刚好颠倒。不该说的说太多，该说的一句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意呢？这个意，记得如理作意，如理作意。啊，怎么如理呢？只要任何纷飞的杂思杂想出来的时候，就想到观心无常，所以我这个念头啊。意乱纷飞的这些念啊，是不是无明躁动里面的妄念？是不是妄念呢？所以要让自己懂得空的知见，空的思维，情绪抽掉之后，如理作意，这个事件上面的因缘法就看得比较明白。这因缘看得明白，不要锁死它。不要下定论，而是欢喜的、尝试的去做，不设定最后目标，就是你的所得心啊。那这样子，你慢慢就会懂，如理作意之后，先怎么样？空的作意，空的道理，再来如理无五蕴的止观，观照这个事件。这样明白哈、哦，然后再来，随后要怎么样？圆满行知，不是入断灭，也不是就不动，而是圆满的，该怎么样去处理它？这样是不是身口意三支都能够同时有一个完整的作业？所以以这个止持戒来讲，我们刚刚讲身口意，身是不是先不要发动，口是不是先不要乱讲，
是不是以空的知见先放掉情绪，再来止观，观照之后是不是意清净了，然后再回来什么身跟口。所以止持戒，止持戒是意在身口，听明白哈？止持戒是意在身口，但是这个意是不是如理作意的清净意？清净意里面就是圆满因缘业果，加上里面的意愿，也就是菩提心，它所作用出来的，也就是自他两方都圆满。所以止持戒是不是意在身口？要明明白白，这样就能够自尽其意啊。那做持戒呢？再来，我们做持戒在身口意里面，哪一支先？止持是不是先把杂的弄掉？是不是意身口做持戒？是不是这样？也一样啊，是不是也一样？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是不是一个因缘？你要看哦，本来六根对六尘，当它是杂染的时候，就是尘嘛。当它非杂染的时候，我们看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叫缘起？是不是就叫缘起？那缘起的时候，我们菩提心、正知正见、如理作意之后，是不是就知道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？所以做持戒是不是也是意生口？一样啊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痛苦？是因为我们身习气、口习气、意杂乱。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这个正确的做法，是不是戒在其中？是不是定在其中？是不是慧在其中？是不是就是戒定慧？那我们从戒拉到同学，这上面其实是一贯的，它不可能切得很明白，因为三无漏学它本身其实是整体的。那我们因为不知道，不会修，所以我们戒独立标出来，定怎么学，办法说出来，会从中结构体会出来的东西叫会，这是世尊把它分开细部说给我们听，我们在运作的里面其实是一致的，其实是一致的。那菩萨呢，这个里面有一个大乘菩萨戒的代表叫三聚境界。三聚境界第一个首重点叫摄律仪戒，遵守佛制，防止过恶。上次有讲别别解脱，有没有听到？有。是不是你持一条戒就有一条戒的解脱吗？很明白哦，你不杀当然就没有杀的果报啊，你不造两舌就没有两舌的是非啊，一定的，你就一条一条戒持，你就会发现嘛，它就没有那个果报啊。所以呢，摄律仪戒讲的就是防止过恶，就是佛所说的戒的内容。摄善法戒是不是尽而行善？是不是就是做持戒？该做的事不能不做，这是大乘菩萨戒的代表。第三叫摄众生戒，摄众生戒是不是就是饶益众生？就是六根对六尘，把它拿来大机大用，所有的一切缘起中起而圆满之，这才是菩萨行。所以菩萨的六根是拿来用的，不是拿来造业的。凡夫的六根是拿来贪婪满足造业，菩萨的六根是拿来大机大用行菩萨道。一样是六根呢，是不是一样是六根？所以要不要挖掉自己的眼睛，
不必，不需要，但是懂得它的内涵吧。有的东西不为所动，而有的呢，该如理作意。所以是非，当你不如理作意，在这里面拿来攀援造作，这个时候是不是结构了很多纷飞的这个尘呢？客尘，然后在里面产生了烦恼相状。当你外界的这色，色即是空呢，因缘法而已啊。在这里面呢，看很明白，缘起它性空啊，空即是色。那这里面呢，摄众生界，教化众生，使得利益，饶益他，这个就圆满。当这些圆满的时候，心中没有记恨。越学你就会越知道，你事情没做完，所以才一直挂着。当你做完的时候就没挂着。就像档案啊，归档了，该批的文件指示做好了，该回复的动作就把它做好了，该给的讯息发出去了，该收的 mail 收进来了，都处理好了，你自然就很轻松。所以这菩萨界的代表，那大乘菩萨界啊，念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，十众杀盗淫妄酒，再来说四众过界，也就是说在家跟出家菩萨，或是比丘尼的过罪过。有些时候我们会拿来讨论，诶，某某人做些什么事，你说对吗？如果是一个很平静的就事而讨论，你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空间，应该怎么样做，可能比较圆满。那么这就是一种理性的讨论。那如果说，诶，我觉得哦，那个人怎样，已经内心产生一个是非、影射、离间、污蔑、鄙夷、是非心的时候，就是属说四众过。这样知道，就在那个动念间不一样，延展出来的话语就不一样了。你怀疑、质疑的态度，跟这个上面要自己离得更清的自我对话，就是找个同参道友没是非的讨论这件事，他最后的答案就不一样。一个是理性的了解，这个就是示现给我们看我们应该怎么办，一个是非理性的批判，也就是犯了说四众过，就在你内心有是非对立、鄙夷任何情绪的内容与否。同学会抓吧，大乘菩萨界就在这个心念啊、哦。所以刚刚说四众过界，第七呢，自赞毁他界。这自赞毁他啊、哦，修行到某一个程度很容易犯，他会认同自己的对，而看到别人的错。可是这里面呢，别人的错其实也是自己认为而已，真正是看不明白的。人看得明白自己都很难的，还能够真的看得懂别人，那都以为啦。这都以为。那自赞毁他一般常常就比对，诶，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嘿，人我才不安呢嘞。人家都也怎样怎样怎样啊，他们别说了，这个就影射，这就是影射。那人其实只能修自己，你不可能替别人修。院子里有一条狗，它有一个不良的习气，看到人过来它就会吠啊、叫啊、躁动不安，你不可能替他修啊，你跟他说嘘，
卖酒卖酒，他也不甩你。如果你是个陌生人，他的对象就是你，你不可能替他修。他在尽忠职守啊，告知大家有一个陌生的你来了。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是用主观的理会事情，我们在评估。那自赞毁他的人，这是认为自己戒持的好，所以他会自赞毁他。他无形中去比对，可是他的比对的背后，其实已经有很多非真实的部分。所以修行要过这个自赞毁他，他一定会出现在某一段，就是你觉得你还不错，我相其实在啦，我相其实在，然后觉得自己肯定自己在上面规范的很好。你要知道用一个破除法来破除这种概念，规范好本来就是应该的，他不需要恭维，你在恭维自己，自赞毁他就是恭维自己，恭维自己的好，比邻别人的不好。可是别人的好与坏，你有一部分的不好，有一部分的好，别人呢他有另外一部分的好，可能有另外一部分还没修好。但佛告诉我们，我们都要修圆满，所以一切都要修到完整，容许别人还没修好的部分，也一样自己有还没修好的部分，没有办法比较。牲口如果能够皎洁如明月啊，自然有护法神，这个护法龙天自然护。如果没有，只是一个以为的清净，它是没有用的，那是没有用的。刚刚讲自赞毁他戒，第八叫迁袭加毁戒，就是吝惜施给财跟法。迁徙啊，迁贪啊，然后自己东西想要把握啊，不愿意跟别人共享。同学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佛法，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家人共享？非常愿意哦。伊若要听我半暝麦困，拢讲互伊听嘛，袂要紧，是不是这样？伊若会改的时阵，哦，足希望伊随改，是不是安尼？就要用这样的心去对待所有的众生，这样就对了。是不是就对了？但是他不想听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压榨他，最后会有反作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因缘到的时候，愿不愿意给财？愿不愿意共享？家里人愿不愿意共享？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对所有的众生就对了，不难欸，真的不难。法也是一样啊，所以世尊他非常人性化，他告诉我们要看待所有的众生像自己唯一的儿子。你的遗产要不要留给你儿子？你现在会说众生，因为他也是众生，留给他一份，众生所有都可以享用，是不是意义很广大？对不对？你的财愿意这样，你的法呢？好，我都要讲给人听，恁哦，不足给听我讲，哇，安尼都唔对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大乘菩萨是不是迁徙加毁戒啊？第九，嗔心不受毁戒，不原谅别人的忏悔。有时候这个人呢，放在你心中放很久，是你决定不原谅，决定原不原谅不用靠别人，他有没有来向你求忏悔都无所谓，你愿不愿意原谅众生？你愿不愿意原谅众生？你愿意原谅众生，你就能原谅你自己，你就愿意改你自己。
其实人是对等的，人是一致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不好的事件冲突之后，对方来跟你求惭愧忏悔，你的心不愿意柔软，放不下来，对方也会难过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更难过，你更难过，因为你一直要保留执着那个恨，执着那个对立，自己在做违逆自己佛性的事情。佛性它是清净的，你硬要让自己这个东西不可脱离呀，然后偶尔就要温存的让它再执着一下，心真痛。为什么不让它过去？为什么不原谅别人？这辈子恨过人吗？老实说，自己回答，你不用告诉我，没关系哈，不表票。同学，你有没有恨过人？我这样很仔细的看哦，有没有恨过人？大一点，小一点，长一点，短一点，有恨过？恨的那个时候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自讨苦吃啊。现在原谅他了吗？还是要他来跟你说对不起才愿意原谅？有的人是想要他的一句对不起你才愿意原谅，那下辈子他一定会还你对不起。不是他做鬼就是你做鬼的时候，因为你还没放下，你不可能往生净土的哦，你不可能往生净土，你一定要去找到他来跟我对不起，我才会走。殊不知不同世界他收不到这个 email， 因为一直跟他对，一直跟他对，让他很难过日子，才知道冤亲债主啊，忏悔忏悔也蒙蒙妙妙，不知道去忏的时候有忏到你爱那条吗？是不是很辛苦？是不是很辛苦？恨实在很可笑呢，想一想，恨实在很可笑，对不对？看明白了吗？如果你有惭愧忏悔的心，你对谁某某人，我们有一堂课啊，写感恩的人、报恩的人嘛，哈。如果有某某人，你真的很想跟他说对不起，很想跟他求惭愧忏悔，要不要做完？要，你不做完也不能往生净土。你蒙蒙飘飘，一直要去给他道歉，因为你记着八识田中的东西，你要真的放送出来，在法界里面，趁你还记得的时候，释放掉吧。观想他在前面，把那件事情原委想一遍，好好的赤诚的惭愧忏悔，发愿回向，改变你自己。以后碰到所有的众生有这样瓶颈的，愿意用柔软的心让他知道你这样是一个办法，这就是法。那碰到这个人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道理，就想让他好圆满的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刚刚讲恨跟惭愧忏悔，一个是别人对我们不利，一个是我们亏欠别人，是不是都要处理？这个是不是你菩萨的戒之一啊？是啊，是不是要处理？那没有什么艰难的吗？到底有什么事难的那么难？成佛就是点点滴滴这些都做完，你就会成佛啦。你现在说成佛好难哦，因为你这本
那时候都不拼吗？你体性没改啊，你没有处理自己八世田中的这些种子啊，你给它好好捡起来，都是讲你嘛是爆啊，还是发芽，对不对？那也不要矫枉过正。上次我们有讲，很多人矫枉过正，身边的人相处的不好，干么那么意用，我没下困啊，五哥，没有但书。恩怨还在，那矫枉过正呢？感恩他，因为他给我逆境，所以我才学佛。但是他还是毕竟是个罗刹，那还要给他断定一番。这个时候到底谁放过谁？那都不是找出清净啊，那个只是用一种弥补，一种反向的思考。那我们真正要做的，很清净，很清净，完全无是非。是放掉，是该感恩的感恩。因缘中之道，实相是因缘法，是空性的。我学佛是我要找到启发我清净佛性，它是我们因缘中的一环。那它也可以走向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块，去向佛道，不用把它落罪。他在心中也还在看到你不好的地方，合理的嘛。好，那这里称心不受回戒，知道回去哈，要懂什么是原谅的哲理啊。第十，谤三宝戒，就是毁谤佛法僧三宝，这个不用讲了吧。同学，你还会谤法吗？不会。谤佛吗？谤僧吗？不知道。是不是当有一些不如法如律的，有时候在心中总会要维护，而深深的感觉到有慨叹，有些时候是看不惯，为什么当时出发意你要出家修行，到最后你视线的一些伤害，都会有一些对于佛教的想要维护，所以对于不如法如律的有内心负面的这种标准的声音啊出来。有些时候是自己不在这一个区块里，然后只是看着不一样的展现的修行人，而否认修行会成功。有的人因为看到没有完成的身，所以自己对修行不具备信心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同学，我们来举几个让你增强信心的人。第一个人叫佛，第二个人叫弥勒菩萨，因为佛给他受记会成佛嘛。再来我们看我们感受得到的大德，入藏的大德，随便举几个，智者大师是不是僧？印光大师，我们一前一后嘛，印光大师是不是僧？有没有一点点信心啊？中间还有偶义大师是不是僧？三十系念的哪一个？中峰禅师是不是？永明寿禅师是不是？是不是都是僧？还有一些国师啊，是不是好多好多？其实你把藏经拿出来一翻，好多的僧在证明，有没有这些僧在？有，我们现在在世的这些僧。我们不能举，因为以后他们入藏了我们就可以举了，这样比较不会引起一些议题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不要被一颗老鼠屎然后看到整个州都是坏的。修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啊，不用去否认自己，也不要否认别人。但别人的路怎么走，你
你没有办法控制，不能干预，但是整体如果你越来越明白，你就没有是非，而很清净的维持自己应该怎么办的怎么办。所以同学谤三宝戒，不要毁谤佛法僧。有些人他的修为如何，经论里面写的如何，讲的如何，我们看佛他的做法。佛他有讲外道的一些思想，如果有不对的他会举出。但我们看菩萨，我们看菩萨到很有正量的菩萨，他可以指导众生，所以他有时候会有破斥。那其中在修行的菩萨，他显证就是把正法说出来。我们能达到这个程度，把正法说出来，明白的说出来，但是我们就邪的部分我们就不批了，因为它很容易造成对话，很容易造成对话，就是另外一番对立。所以你该看古德啊，就入藏的这些大德，他们都是在讲修行怎么办，提出他的建议，提出他的办法来给你做参考。那别人哪个宗派怎么样的修学的办法，不是你修的内容，你不在那里面，就不需要加以批判，不需要评估太多。这是我们在末法里面要维持的基本。所以同学以后听哪些你就显证就好了，这样知道意思，就不会犯这个毁谤。而心中呢，要懂他视线告诉我的是什么。他如果是负面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凡夫组织的世界嘛。那每个人都有意愿修行，那他修行到什么程度，只有他自己去领受。